馆领衔中国最强 MMA 战队，挑战英伦最艰苦比赛。两种规则，双重艳遇，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伦敦站正在播出。这是一场世界瞩目的世纪之战，这是一场万众期待的宿命之争。一龙，中华第一武僧，播球泰拳第一勇士，搏击历史上的里程碑之战，世界格斗之神的殊死搏杀。公元2015年6月6日，武林风面向全球现场直播中国功夫泰拳一龙播球，谁更强？我不知道恐惧什么意思，我希望用行动来证明一切，我等待他来中国。 Sick Jun 一龙 I'm coming。这里是在伦敦为您呈现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走进英国的比赛。下面我们将进行的比赛是一种全新的规则，叫 KTMMA。 这个比赛呢，每一场分为上下两局，那么每一局时间是5分钟。第一局用的是站立式的 WRF， 就是自由搏击规则。那么第二局采用的是 MMA 综合格斗规则。 KTMMA The groundbreaking combat sport of the 21st centuryKTMMA consists of two dynamic 5-minute rounds to test the fighter's stamina and skill set to the absolute limit. Round one is upright, punches, high and low kicks, elbows and knees to head and body. Everything that makes a stand-up fighter's arsenal so devastating. Both fighters are still able to continue. Round two, the gloves don't come off.They do get smaller and open-fingered as global rules MMA and the ground game comes into play. Now there's grappling, submission, and ground and pound to contend with numerous ways to bring the fight to a devastating conclusion. KTMMA is technical, it's tactical, it's brutal, it's unpredictable. KTMMA, it's unstoppable.首先我们有请本场比赛的红方，来自天津宇浩努尔拉。我是努尔拉，来自新疆阿勒泰，我是哈萨克族，这一次主要就是练 MMA 嘛，我打好我自己身上有的水平，然后把我最好的水平打出来就好了。咱们场上见。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give an equally warm welcome to his opponent this evening,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from Cobra Gym in London, Dan Vinny. My name is Dan Vinny, and I live in London. I represent Cobra Gym. I found some stuff online. You know, the guy's tough. He's fought a high level in Thailand and China, and you know, he's a good guy. But really, I've been trying to focus on me and how I do, because any fight that I've lost, I feel like I've beat myself, to use that cliche. I just want to finish this guy. First round, second round, I just want to stop him. The uninitiated, what is the first part of KTMMA all about? All about stand-up style, kick-off style. 好，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WF 走进英国站的比赛。这场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场不太常见规则的比赛，这个比赛的名称被称之为 KTMMA。分为上下两部分，每一部分为5分钟。上半部分是采用的 WF 自由搏击规则，而下半部分运用的是 MMA 的规则。现在对战的双方是来自中国的努尔拉和来自英国的 Davis， 双方是在进行一个80公斤的对抗。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表现。双方在第一回合，就是5分钟的比赛里边，会以站立的规则进行抵抗。努尔拉是拳击出身，这个选手的拳法是非常不错的。一般来说，我们来看这样的比赛啊，努尔拉现在的
腿法也有一些进步，低位的击腹击头，表现的还是挺不错。在这个不同于我们传统的这种自由搏击的规则，它会在三分钟之内为一回合，加五分钟呢对选手的这个体能分配是一个更重的挑战。漂亮的告别。对方表示我没有什么问题。我拉起对这几年对这个自由搏击的表现啊是越来越出色了。从刚上来时候一个纯粹的拳击手，连对方的低扫腿都不知道如何防御的选手，现在已经进步成这样，已经非常不错。我们可以看努尔拉的这个整个对于这个对方拳法的这种躲闪和这种阻截啊，做的都非常的出色。特别是在他低位摇闪的时候呢，他的下巴是往下低的，这个是在比赛中很难做到。特别是在你低位摇闪的时候，你的眼睛面对地面，觉得地面要袭来的时候，一般人的反应会把头抬起来，那这样的话会把下颌和脖子的夹角打开，这样是很容易被对方自下往上的进攻所击倒的。从身高上来看，对方比努尔拉要高出不少，从我们的数据上看大概是5公分，但是我觉得要远超过这个数据。漂亮！前后手下位击腹。可以说在第一回合呢，努尔拉应该是到目前为止是有优势的，在几次连击和重击，好，对方扶绳圈踢人这样的这个动作应该是被制止的。努尔拉开始进行强攻，是不是要在这一回合击倒对方？啊，铃声拯救了对方。可以说努尔拉的这一回合表现的真的是非常出色，特别是后半段的表现。我们看一下慢动作，直拳低位摇闪，转身的鞭拳，高位的扫踢，努尔拉后手的直接击中下巴，然后在绳圈上用自己的连续进攻打击对方。如果不是刚才的铃声，有可能努尔拉就结束这场比赛。MMA 规则的比赛，双方经过一段时间还需要休息，还需要换手套的情况下，双方对双方的这个体能和心态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上了努尔拉的两次组合拳打中了对方，又两次，努尔拉是要在站立中结束对手吗？对方开始进入抱摔，要辐射绳圈，这个对手已经做了两次，丹维尼啊，已经做过两次类似这样的，而努尔拉一个抱胯。先把对方摔倒，夹着对方用夹杀固转换进入对方封闭防守。努尔拉这个转换的非常聪明，如果再保持刚才那个位置就被对方拿背了。对方想做十字固，努尔拉逃出来开始进行地面砸击。努尔拉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头抬起来，把自己的上身正直，否则的话对方是比较容易防御的啊。对方是不是又要做十字固，看这十字固有没有抱住自己的手砸对方，又逃出来了。但是对自己已经有两次这种被对方意图做十字固的方法，所以小心自己的这个手和对方的胯部移动，一定要控制对方的胯部移动。转身鞭拳，对方抱双腿，努尔拉压胯。The ropes are getting him out of trouble. Being a little bit cheeky, I like that. 12-6 elbow there. Permitted. 对方摔倒了，想进入侧向压制。看来要进行
等价体位的转换。Still stay there on a cage floor, but this is a ring, and they will be moved off of the ropes. I love the ring, and you can hear I keep saying cage because it's not often these days you see MMA in a ring. It's always in a cage. And now there's going to be some squeezing.双方又回到了等价的体位。对，莫尔达是坐着，对方想过腿这么样一个姿势，没错，对方过腿了吗？啊，莫尔达保持住了这个姿势，是要进行断头吗？哦，是的，如果要是进行断头的话，莫尔达一定要把自己的胯转起来，把自己的身体旋转起来才有，不要再自己拔萝卜一样的拔对方。要拿自己的右手往自己的这个左腋下往上转，对方现在把头压得比较低，这样的话也会帮助自己逃脱这个断头台。努尔达如果要做这个封闭式的防守，千万不要拔，要旋转啊，被对方逃出来了。看来努尔达在地面的这个训练啊，还需要更多的训练。对方开始袭击努尔达的躯干，这个在我们规则中是允许，但是不允许吸头。对方想骑乘努尔达，被努尔达发现了。其实对方看起来对这个地面技术也不是那么的精致，如果刚才努尔达用那边的话，其实完全可以从另一个方向转过去。现在进入地面，还拿住了努尔达一只手臂，对方想用这个肘进行刮切的话，是很难终结我们的职业选手的。对方双方其实在这个绳圈边上是比较受影响的，其实这个我个人认为是裁判的问题，应该在刚才的时候就以双方同等体位然后回到场地中央。这个断头台，这个断头台我个人认为是有一点危险的啊，因为刚才的那个位置努尔达是没有办法往外逃的。对方努尔达拿到乌龟防御，对方想拿背吗？已经插进去一只腿，两个腿又进钩了，拿到腋下想把努尔达斩平了，努尔达就很危险了。对方在进行打击，努尔达尽量保持回乌龟位，转回来。对方想做裸脚吗？努尔达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把脖子下面的那只手控制住。好，由于在这个绳圈边上啊，这个双方的发挥都受到了限制。好，努尔达用自己的这个耐心逃了回来，现在对方在下面在封闭防守啊，这场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精彩。他的慢镜头，双方换拳的时候，诺尔拉的打击有效率还高一些。加进背负头以后，对方想拿背，诺尔拉错了回来，拿到了上位，被对方两次做十字固尾随，对方压在了绳圈边上进行肘切。可以说双方在站立和站立都相对地面来说更优秀一些。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裁判的判罚。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an explosive two rounds of KT MMA action, the judges have decreed the match be declared a draw. 平局。啊，自己感觉怎么样？感觉就是我前面一直打3分钟3局的嘛，然后5分钟还是有点不适应，就是最后体能有点不够，要么就是可以打赢的，体能5分钟还是有点不适应，慢慢就好了。那第一局你这优势很大，最后对对对，差一样就把他 KO 了。对对对，那个我就是地面就是还是弱一点，所以说还得加强地面，然后再来5分钟5局就可以适应打那个5分钟的。武林风英国站 KT MMA 赛制，下面即将登场的是70公斤级吴昊天
对杰弗森乔治，65公斤级姚洪刚对迪安加内特，68公斤级王冠对乔西帕尔默。我们在伦敦，武林风英国站精彩继续。三国地烽烟起，武林三英浴血沙场。5月2号，荥阳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战鼓擂响。这是一场世界瞩目的世纪之战，这是一场万众期待的宿命之争。一龙，中华第一武僧；播球，泰拳第一勇士。搏击历史上的里程碑之战，世界格斗之神的殊死搏杀。2015年6月6日，武林风面向全球现场直播中国功夫泰拳一龙播球，谁更强？我不知道恐惧什么意思，我希望用行动来证明一切。我等待他来中国。 6 June， 一龙 I'm coming。 这是在伦敦为您呈现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英国站的比赛。下面这场比赛还是采用的是 KTMMA 规则，分两局进行，每局5分钟。第一局采用自由搏击规则，第二局采用MMA 综合格斗规则。我们有请本场比赛红方，来自北京全天下吴昊天。大家好，我叫吴昊天，来自中国内蒙古。对这次比赛，我主要是训练战略为主，因为我这次第一局是战略比赛，因为以前没有打过战略，对战略的要求高一点，希望把它摔倒了又用把血流输掉。你在擂台上等着。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raise the roof in welcoming into the ring his opponent this evening, flying out of BST Northampton, Jefferson George.Jefferson George. I do Brazilian Jiu-Jitsu and Thai boxing. I hope you bring a good fight because I'm ready and I'm waiting. 好，观众朋友们，现在为大家带来的是 KT MMA 规则70公斤的比赛，由中国的 MMA 名将吴昊天对待英国的杰弗森·乔治。可以说吴昊天在中国的 MMA 的这个名声呢还是非常响亮的，特别擅长地面技术，力量非常好，整个的打法呢非常强悍，这是吴昊天的一些代名词。双方在进入这样的一个规则呢，我们再重申一下 KTMMA 的规则，是在前五分钟你要以站立的规则，戴站立的手套来进行对战，而在后5分钟会进行 MMA 的规则，戴 MMA 的手套进行对战，所以双方要熟悉两种规则和两种比赛的打法。在我印象中呢，吴昊天的拳法力量是比较好的，但是在这个拳法落点判断上是相对来说比较差，而且吴昊天是摔跤手出身，我相信在 MMA 规则上可能更适应他的发挥。哦，漂亮，杰森乔治后手的直拳击中了吴昊天。哦，低位的扫砍，杰弗森乔治现在开始发力了，可看来刚才的整个的表现呢是一个试探，现在杰弗森乔治漂亮前后手以及低位扫砍的组合。我个人认为这个时候吴昊天应该采取主要的以防御防守反击为主的这种的进攻，因为他毕竟还要打5分钟以后的 MMA 才开始，才是吴昊天的领域。而在这个5分钟之前呢，吴昊天如果被消耗了太多的体力，很难在后面就是再发挥自己更加出色的表现。明显吴昊天在这个战力上是不占优势的，并且被连续击中了很多次。如果这个规则前5分钟是 MMA 的话，可能结果我觉得会不同，因为吴昊天是一个摔跤手出身，面对这个自己相对不擅长的这种拳腿连击的自由搏击规则呢，可能在发挥上
的确会出现一些问题，而且据我所知，他本次比赛也是降重7公斤进行比赛，在英国降重7公斤，那这样对于吴昊天来说啊，其实体能我还是比较担心的。吴昊天现在的战绩呢是16胜4负1平，来自北京全天下俱乐部。在双方全网互拼的时候，这个杰森乔治目前来看是占据着绝大多数的优势，无论是拳腿连击还是整个的步法判定以及躲闪都要优于吴昊天。I could see that coming a mile off. Yeah, he has got these skills though, Jefferson George. He really has. He's like an acrobat sometimes. Setting up that side kick. There's that hand again. It's overhand right, causing massive problems for the Chinaman. Oh, no, no, no. No grappling. Chin of iron though, Alex. 不过吴昊天作为这个 MMA 的老将，到目前为止他整个的步伐包括这个气势的压制还一直没有放弃，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后退的话实际上他会受到更大的损害，所以一个老将的经验告诉自己一定要跟对方至少在对持。我们看现在这个站立的局势已经从刚开场吴昊天压着对方打，已经变成对方在压着吴昊天，追着吴昊天在打了。比赛还有最后的10秒钟。Good round for Jefferson, Alex. Yeah. Perfect. Huge, huge. 我们看一下这些慢镜头。吴昊天的后手击中对方2次。对方开始进行反击。的确，对方。现在进入了第二回合 MMA 环节。如果说第一回合由于吴昊天不太擅长站立打法导致的第一回合比较不占优势，那么第二回合吴昊天就应该用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的 MMA 水平了。作为摔跤手的他一直在国内的 MMA 比赛中呢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双方开始进入内围抢把，因为一人都在一只手在上一只手在下，所以说在把位上是没有什么优势的。但是我知道如果吴昊天让对方进入地面自己拿到上位的话，对方将面对的是比较严酷的形势。国内的 MMA 的运动员呢，初代或二代的运动员绝大多数都是摔跤手或者散打出身，所以双方相对来说对自己的这个缠斗水平要远远高于这个打击水平，所以我现在非常希望看到的是吴昊天可以用自己的缠斗水平证明自己的 MMA。 双方进入这个边角的抢把，要浪费很多时间啊！一个低位的扫别子，把对方扫倒了。现在进入侧向压制，侧向压制对方，但是拿到了吴昊天腋下，吴昊天直接转变南北，转到南北把对方压住，漂亮。现在看吴昊天是准备怎么打，打击干扰，因为对方现在两个手都在吴昊天的这个内侧的下面，对方如果推他然后把自己的腿往上勾啊，对，吴昊天很漂亮的转换成了拿背，然后对方又一个翻滚，现在进入把对吴昊天放进了自己的防守里。对方看来对 MMA 也是有一定的涉猎的，整个的体位转换还是非常流畅的。吴昊天像推土机一样推着对方抬头想对对方进行砸击，对方扳着吴昊天头不让他抬起来，然后两个腿试图在布置一些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下位啊，如果你想布置进攻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对方抬不起头来。好，进行扫击，但是吴昊天没有被扫倒，又回到了这个上位。对方在下位的时候依然保持着对吴昊天的打击。吴昊天作为一个非常有经验的 MMA 选手，而且是巴西柔术的子代，现在开始对对方进行打击，这个体位保持得不错。对方想布置一个高位的 guard， 而且想做 omoplata 吗？
吴昊天这个手如果往后背，就会被对方做腿木吞。这个时候吴昊天很有经验的保持这个手的前别，这样的话对方是没有办法做他腿木吞的。看对方现在要怎么做，因为现在是没有，这个时候对方如果要把腿打开是可以做三角的，要做勾勾普拉塔吗？吴昊天把对方翻过来，试图翻过来，好想过腿，现在拿到对方的乌龟，开始对方进行打击。其实他利用一只手在对方的控制之下，所以也不是那么容易布置的。对方又回到了防守位。其实作为 MMA 的表现来说呢，上位要比下位的优势稍微大一些。如果要在柔术的里面呢，下位就会比上位的优势大一些，因为这个是柔术进攻的开始，就像我们站立式的时候的报价。想盘一个高位的上位，这个杰弗森乔治这位选手的确非常不错啊，站立打得不错，地面也目前为止看来跟吴昊天的水平也不相上下。双方呢进行地面的抢把位抢夺，因为在努尔拉的比赛中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由于裁判的干涉或者不太恰当的判罚，我个人认为导致了努尔拉的一些位置的失去，在这方面并没有出现。啊，吴昊天抬起头来了，对方开腿以后对吴昊天进行面部打击，这个是在我们 MMA 比赛里边非常少的，因为上位如果对方除了两脚以外第三点着地是不允许踩踏对方面部，但是下位是可以的。哦，吴昊天想用这种势大力沉的锤击啊，对方开始进行这个脚后跟对吴昊天肾部进行打击，这个出现在我们不早的外面啊，一个木村扫一下转换了优劣势，吴昊天马上回到了这个半防守，而且拿到了对方的腋下，这样的话对方是很难逃得出来的，而且对吴昊天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这个时候吴昊天应该站起来，对对没错，就这样坐起来，对方这个时候的打击其实是没有力量的。我们看一下吴昊天啊，这场比赛打的实在是有一些焦灼，我个人认为在 MMA之后裁判是怎么判罚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for your winner in the blue corner, Jefferson Joe。比赛结果男方胜。这次比赛还是欠缺站立，因为这么多年也从来没有打过站立，还是不足，找不到那种距离感感觉。地面的还这次有点打得有点保守了，不管怎么样这比赛还是输了。武林风英国战 KT MMA 赛制下面即将登场的是65公斤级姚洪刚对迪安加内特，68公斤级王冠对乔西帕尔默。大家好，我是姚洪刚，我在伦敦塔，下面该我比赛了，希望给我加油。武林风英国战精彩继续。三国地烽烟起，武林三英浴血沙场。5月2号，荥阳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战鼓擂响。这是一场世界瞩目的世纪之战，这是一场万众期待的宿命之争。一龙，中华第一武僧；播球，泰拳第一勇士。搏击历史上的里程碑之战，世界格斗之神的殊死搏杀。2015年6月6日，武林风面向全球现场直播中国功夫、泰拳、一龙、搏球，谁更强？我不知道恐惧什么意思，我希望用行动来证明一切，我等待他来中国。Six June, 一龙 I'm coming。我们
这是在伦敦为您呈现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走进英国的比赛。下面还是一场 KT MMA 规则的比赛，比赛分两局进行，每局五分钟。第一局采用的是自由搏击规则，第二局采用的是 MMA 规则。那么接下来有请本场比赛的红方，来自北京全天下姚红刚。我叫姚洪刚，来自中国。针对这次比赛，我在泰国训练了，加强了我的泰拳，知道我现在的对手就是摔跤比较好。今天晚上我会让你知道我的拳头。 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give an equally warm welcome to his opponent this evening,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from Liverpool Valley Judo, Dean Garnett.Dean Garnett. Me and him are quite similar. Both got a lot of submission victories in our professional MMA careers. I feel like I'm a lot better striker and a lot better submission artist. Yao, I hope you're ready. I hope you're well prepared. But I'm going to take you down in the second round. I'm going to finish it. Over to your referee. Break, you break. Right in England. Yo, Hong Ang. Ready. Dean Garnett. 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观看武林风走进英国的比赛，现在是一场 KT MMA 规则65公斤级的比赛，是由中国的 MMA 名将姚洪刚对战英国的迪安·加内特。好，双方上来就开始拼拳啊！我个人是没有看到姚洪刚打过站立比赛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姚洪刚来自北京全天下，是目前中国 MMA 雏样局的领军人物之一，自己的这个中国跤非常出色。双方现在进入站立，我个人觉得姚洪刚的站立还是可以的，但是我没有见过他打过站立比赛，所以我还是希望姚洪刚可以打得谨慎一点。姚洪刚现在穿的是这个老虎泰拳的这个短裤，应该是进行过相对的训练，来自于北京全天下。可以看得出来，对方对这个拳法也进行过一些研究。好，刚才裁判警告姚洪刚说：“我说停，你就要停，不能再追击了。”可以说这样的规则呢，也是我第一次在中国的比赛看到。第一次在中国的比赛看到，这个在站立先站立后 MMA 的话，对于我们的 MMA 选手来说，可能会在心理上有一些压力，因为绝大多数的选手是出身于摔跤或者摔跤手或者散打，绝大多数摔跤或者地面都比较擅长，所以在这第一回合站立的时候，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找到节奏。哦，飞膝以后的冷拳啊！我们看姚洪刚能不能站起来。啊！当时裁判认为姚洪刚不再适合继续比赛了，所以终止了这场比赛。啊，我个人觉得，啊，姚洪刚的这次尝试太可惜了。看一下慢放。对方两拳三拳的连击其实都没有打到一腿，姚洪刚夹腿以后的一拳，对方的高腿被姚洪刚夹住以后一颠，飞膝就这一拳，右手的一拳正中下巴，啊，我们看，哇，这一拳打得太重了，正中下巴，可以说姚洪刚没有达到MMA 的那种环节，如果打到了，我其实是更加期待的。Ladies and gentlemen, a devastating knockout brings an end to this KT MMA bout in just 3 minutes and 8 seconds of round number one. Please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for your winner in the blue corner, Dean Garnett. 你看这个蓝方胜。武林风英国站 KT MMA 赛制，下面即将登场的是68公斤级王冠对乔西帕尔默。
我身后就是著名的伦敦眼，下面该我出场了，千万别走开，等着瞧好吧。武林风英国站精彩继续。三国地烽烟起，武林三英浴血沙场。五月二号，荥阳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战鼓擂响。这是一场世界瞩目的世纪之战，这是一场万众期待的宿命之争。一龙，中华第一武僧，播球泰拳第一勇士，搏击历史上的里程碑之战，世界格斗之神的殊死搏杀。公元2015年6月6日，武林风面向全球现场直播中国功夫泰拳一龙播球，谁更强？我不知道恐惧什么意思，我希望用行动来证明一切，我等待他来中国。 Sick June 一龙 I'm coming。武林风训练营全国选拔正式启动。如果你想成为世界功夫巨星，如果你想和中国勇士并肩战斗，请拨打0371-5671-1266，全新征程为你开启。这里是在伦敦，武林风为您呈现环球拳王争霸赛英国站的比赛。下面将要登场的这名中锋运动员，很多观众对于他的记忆还是6年前的武林风中日对抗赛那种凛冽的杀气。6年不见，王冠愈加的强大，他现在已经成为中国68公斤级男子独一无二的王者。同时今天这场比赛也是我们在伦敦整晚的最后一场比赛，分量之重可想而知。这场比赛也是王冠签约武林风的第一场比赛，我们期待着王。喜欢我的武林风观众说，我王冠又回来了。大家好，我叫王冠，来自中国大东翔搏击俱乐部，来到伦敦比赛也是我的第一次，我希望能把这次比赛打得非常精彩，想让你知道我们中国力量，我的拳头很硬，也让英国的朋友们见到中国力量。 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raise the roof in welcoming into the ring his opponent this evening,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from the legendary Urban Kings gym, Josh Palmer. My name is Josh Palmer from Ireland. I'm fighting out of Urban Kings gym in London. I just show up and see what happens.Be in the moment. If I didn't feel like I was going to win, I would. Over to your referee. Wait, wait. Move in the way. Ready? He's a Muay Thai technician. Ready? Fight! 好，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武林风 WF 走进英国的比赛。现在是 KTMMA 规则68公斤级的比赛，由来自中国的东北虎王冠对来自英国的乔西帕默。我们都知道王冠现在的战绩，目前战绩是11胜0负1平，现在的战绩来自武林风大东翔训练营，而这位选手是目前为止中国 MMA 里面战力打得最好的选手之一。
王冠一直是以自己这个出色的战力和这个出色的地面打击和压制著称的。我们来看一下，在68公斤级这个级别，他跟对手是能打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漂亮击腹，高腿的踢头。其实王冠，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战力其实是做足了功夫，每一拳每一腿的都不太浪费自己的精力。漂亮，可以说乔西帕莫尔现在面对这个比较强悍的王冠，有一些气势被压制住了，我们可以在这个镜头中感觉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都是那种细高条的这种选手，相对于68公斤的这样的比赛呢，双方都有1.8米左右的身高，这个对双方来说这个距离感控制应该都比较好。因为前5分钟依然是采用这个 WF 的自由搏击的规则呢，作为中国的选手，我个人认为在今天的这个比赛中呢，王冠应该是在这几个选手里边战力最好的。前后啊，低位的摇闪击腹接击头，漂亮。我们看现在这个比赛，王冠表现的可以说是准备的比较充分。我们看现在王冠的整个这个态势啊，都是信心满满，并且在整个的这个技术使用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保持着比较小的消耗，非常稳健。在双方的互拼中呢，可能是不小心撞到了裆部。对方是一个反架选手，但是对于王冠来说，他有非常不错的这种散打的功底，所以我个人认为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王冠的拳呢，并不是那种就是选择落点选择的特别刁的那种，而是他整个的拳打得非常左手，对于对方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压迫感。刚才王冠想用一个这个西法的右片，然后接拳，对方没有上当啊，侧踹腿。双方的这个身材维度都是比较细，在这个站立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应该不太多面对比自己高的选手，或者跟自己类似等高的选手，所以可能双方对这个距离的判断呢都是类似的。王冠在这个出拳的时候呢，喜欢这个手有一些往下落，这个我个人建议还是王冠需要改变的一点，因为如果你的手下落，面对比较强悍的站立选手呢，他可能会抓住这个时机来打击你。啊，漂亮侧踹。从整个的这个站立态势来看，王冠是占据优势的。当然我们也很期待，如果5分钟过后以后，王冠的 MMA 的表现。王冠现在整个的这个姿态是比较放松的，对方相对来说比较紧张。啊，3秒10秒，后前拳的变化，后直前摆，漂亮。
trying to fill it. Affected, strong body kick there as well. Quick score on the Tyrol. Now go into an MMA rule. Everything goes. Go, go, ready, fight! 好，我们进入了 MMA 的阶段。王冠被大家所熟知，我相信更多的观众知道是从他的 MMA 的表现上来看，非常强悍的重击、地面砸击和防摔，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现在进入了 MMA 阶段，进入了王冠熟悉的领域，我们希望他能表现得更加出色。王冠一般来说呢，就是很少去进入地面的缠斗阶段，主要是以地面打击为主。开始了，等对方站起来，同时给对方也是进攻。王冠因为在国内是比较少的这种非缠斗风格的这种 MMA 的选手，所以他的战力呢跟一般我们看到的这个 WF 中的这种自由搏击选手的这种战力呢还是不太一样。在前手试图严守，我们看都是开掌的严守，想压下对方的一只手，然后进攻以后寻求看能不能进入地面的机会。后手的直拳击腹，漂亮。可以说王冠在 MMA 的比赛中，如果面对特别强悍的这个地面系的摔跤手来说呢，对于王冠来说是一个比较不利的。如果你跟王冠去打战力，在 MMA 规则上打战力，那王冠作为强悍的防摔加上地面的砸击的重拳啊，哎，刚才在这个双方在交换的时候，对方一个横肘把王冠打了一个趔趄。哦，刚才突然之间这个局势就有一些逆转，你看袭击王冠将对方抱倒。哇，刚才的那一肘一直到现在我感觉王冠都没有恢复他整个的状态，一个泰式的孤颈以后直接一个横肘正中王冠的面部，当时王冠就有一些趔趄。好，王冠要抱腿了吗？把对方抱倒。我们来看一下王冠准备在地面做怎样的战术。有一只手臂被对方钳制在腋下，那么王冠看是要抬头吗？如果要抬头的话，很容易右手被对方限制。我们看不过已经逃出了肘尖，所以还好。看来双方都是一个以这个站立为主要进攻诉求，或者以打击为主要进攻诉求的这种选手，所以双方并没有在地面上进行过多的这种体位的纠结，或者对方也没有在下位做过多的这种柔术的尝试，柔术相互的尝试。对方的战绩也目前为止是7胜0负啊，所以也是非常的显赫。双方可以说是棋逢对手，所以现在双方都不太敢随意的进入地面，因为每一个在下位的选手可能都会有一些劣势。王冠又一次抱摔对方，把对方顶在了绳圈边上，对方箍王冠的颈，放弃了，想箍腰摔倒，对方做了一个蝴蝶性的防守。其实这个蝴蝶防守对于长腿的选手来说呢，这个蝴蝶防守是非常有威胁的，你是很难过蝴蝶防守的腿的。而他可以完全利用自己的这个杠杆原理，用整个上身的这个翘点能把你翘起来。好，王冠过腿了，刚才利用对方站起来的同时往旁边一挪就过腿，过腿以后拿到侧向压制的这样位置，已经对王冠来说开始向王冠倾斜了。看王冠是不是要抬头进行打击，还是要继续拿优势位置。如果从侧面压制再拿优势位置的话，就是其秤位或者对方翻滚的时候拿背位。目前为止王冠还是比较稳健。
就要攻击对方，开始进行打击了。攻击还有十秒钟，看来降服是来不及了。王冠这个时候应该为自己多增加分数进行多的一些打击。And gentlemen, after an incredible two rounds of KTMMA action, the judges have reached a unanimous decision. Please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for your winner in the red corner, Wang Guan. 获胜方是王冠。有请河南卫视副总监吴立新先生为王冠颁奖。这是我六年之后又一次来到了武林风的擂台，我觉得就像回到了家一样。我觉得还是第一局打得比较放松，第二回合对手的身高跟臂展的优势可能也会控制一些节奏，到了地面之后还是防守是很专业的。我能想到有几次过腿过不去，然后他都能逃脱。在以后的比赛我会表现出更好的战斗风格给喜欢我的武林风的观众朋友们。